前是因为网络上面有人攻击才哭的嘛，那最近还有吗？最近有说就是抄袭这个新闻，可是很多大歌手也是被攻击这件事啊，就是有些歌难免有点像的地方，就心里面会很难过啦。但我们就是不会太理会这个新闻，对。因为你知道我看他们的报道，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，因为他对说白兔被什么网友骂，或者白兔被说抄袭，两个人抱头痛哭，但是乐观的他们勇敢面对，明明就抱头痛哭，然后还说他们乐观，这到底是乐观还是？因为就是哭完就说好，我们不要沮丧，就乐观。可是因为乐观，应该就是说根本不在乎，谁会为他哭啊？你说在文章是不合理，你文章那样写就显得他们两个像流氓，这样不行啊，就是两个可怜的小女生啊。所以最近没在哭了吧？最近哦，有啊，就其实像唱歌的时候，就有一首歌《Don't Go Away》是，我们写给我们天上的爸爸。对，然后唱这首歌会很感动，就是很想哭这样。这都是合理的啊。对啊。可是有被制作人吓到吗？制作人吓到。吓到什么？就是制作人很要求你们录歌录不好之类的。都会。上次就是我们录音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一直唱不好，可能是还没开声或者可能有痰吧。对。我趁着你笑赶快请。你要请直接请。那之前我还记得是我们在台湾有一个演出，然后就是那时候我们跳舞很糟糕，就像蟑螂一样，就是对，就在摆动作，然后那时候老板就说，如果你们再不努力的话，你们就滚回新加坡，对，滚。哎，你们有约好一起讲滚回新加坡这五个字吗？就有时候双方刚好一起讲，有时候双方还会异口同声，好有气势。啊，你们两个要唱歌了哈，那。前奏的时候，大家要咳痰的可以咳一下。哎，真的有出来！大家拿卫生纸帮他清一下，把白兔上场。好，谢谢。从来没想过不能再和你牵手。回去时候没有你陪着我心痛，一切都是我太过骄纵，以为你会懂，一直忘了说我有多感动。我知道你还是爱上我，你知道我会有多难过，所以即使到最后还微笑，只要我加油。直到你还放不下我，才会在离开时闭着眼没有回头。我们都知道彼此心中其实这份爱没停过。这两个人一起唱真的很高兴，对不对？有人可以互相掩护，对，而且是有人直接可以帮他搭和声，就看起来很厉害。可是要分钱呢，算了啦。夜深沉难深恰恰，小时候就是妈妈都会叫我们唱这些比较经典的歌曲，送给你们，谢谢新专辑，恭喜啊！已经第三张了吗？对，第三张了。所以两人团最重要就是合音吗？合音跟主音啊，对，默契。所以你们谁是合音？我们都会互换哎。对，像我觉得我比较适合主音，
对，然后 Miko 比较适合合音。我觉得我适合主音，没有，他合音比较适合。没有，因为我声音比较大，然后他声音比较细，所以比较适合唱合音的时候，就是比较就是好像没有感觉太虚。他一直觉得说他唱歌比我好，但是其实我主音真的会比较好。有啊，我们刚才听那个交道，所以听出来两个人都很有实力。那其实大部分都是我在唱，他没有在唱嘛，因为他比较对这首歌比较熟悉。后面有一个人紧接的那句是你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比较中间神仙，声音比较像蚂蚁一点。蚂蚁，你的头很小。那是前面打个架吗？前面打个架再来，还是？可是交道是真的，你们的年龄应该不会唱的歌。对，要感谢我妈妈。对，妈妈就是常常唱给我们听这样子。所以连交道你们都可以变成有像访音台也是有听过这样子，是量身博弈，心摇摆，赢台风啊，赢台风啊，他们好像一个歌还是什么关掉的，你们两个按钮在哪里？快先关掉，快先关掉。神也是要叫怎么，就要练一下眼神啊。我们平常都在家里，就晚上的时候就会练，就可能在床上练，在楼梯啊，然后洗澡的时候啊，对，或是在厨房，就把每个东西当成道具，然后就是会可以考验对方说，哎，这是道具，那你要跳性感舞给我看。双胞胎讲话有没有这种环绕音声？就一搭一唱，完全让我们有休息的空间。所以。你刚刚说眼神要怎么练？就是眼神，像 Miko 他的那个专长就是眼神，他眼神比我厉害。我会放空，然后放空一，怎么勾？用眼神勾，一二三，看哪里啊？看这里，然后一二三。我不知道有一种想笑的感觉。我觉得这完全是宿醉吗？是宿醉。不是啊，就是我觉得眼神也是一种，然后另外就是腿的力量也是很重要，在性感舞。你们很有力感觉。可是之前我们跳舞是完全没有力，然后我就问老师说是不是我们太瘦的关系？那其实要需要练力道，老师有教我们就是要。手的力量要足够，不然其实哦捶空就不够利落。所以他们这个捶会比刚刚。就是雪芙他们锤要有力量，是比较有力，而且它是那个瞬间力道，它要出去，瞬间利落。这就是也是让心理练的那个，如果你的手腕它没有办法伸展出去的时候，它会呈现一个这样子的感觉，因为它没有办法推出去，比较懒散。对，而且抖肩膀很难呢。对，那个要抖到那个很难。我们暖身的时候就会一直抖这样子。你们谁？他头不能动，哎，厉害的，他抖是上半身，他是来自那个，因为就是他的舞是来自他们特别去找非洲，哎，对，他很会抖，很难哎，好难哦，他是上下，上可以对，还是改变一下，对，不然其实肩膀会僵硬，不会吐出来吧你们？哎，大家都抖得很爽啊，因为这久了之后会不在拍子上，可是他们都一直在拍子上，因为他的抖是包括前后左右，它可以转，是比胸式的一个动作，就是它有往前的那个感觉。哎呦，就是往前抖，对，然后那个力道要足，不然看起来好像在甩胸脯这样子。所以你们是一开始就这么会跳舞的哦？没有，就是会，就是训练。就是要练舞一样，其实上还蛮多种。所以刚才这样有感觉到双胞胎跳舞的快乐吗？是有幻想的意思，就是乐会幻想吗？乐趣是在于说好像有迷幻的感觉，对，就很迷幻，就是你会看到残影这样子。Thank you.
洁的舞蹈。是，我只能说。那个他把他小腿扛在脖子那边的时候，有他把他反折在脖子上，那个动作我连看都没有看，那是冒着生命危险，因为那个如果一做错，就是头砸在地上就完蛋了，而且你的鞋跟会刮到他的脸哎，是的，因为那个好像有点不合理耶，就是说你是要把他弄成怎样的角度啊？在半空中，然后放下来，然后让他再从半空中这个状态再翻身变劈腿这样子。是的，因为那个是没有对好脖子，那个就是会翻不成。对，所以我要有个绕过去，然后勾下来这样。OK。你可以示范吗？再一次。老师真的有点累了。可是设计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会很困难，因为他们两个不断的想要有一些脱距，更厉害。我会觉得说，就是很多高招都秀过，然后我就是一直不断的测试自己的极限，就是想要去创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其实这次舞蹈是比较戏剧化一点，它是有故事的。嗯，对，就是我们两个想要抢一个男人这样子，同时喜欢一个男人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变成说，就是小三好像很忙。所以两个人喜欢上同一个男生是大木自己要求的还是你们？我们两个要求的。他们两个其实我们也没有别种选择啊，因为刚好是两个女生配一个男生。可是你有跟双胞胎跳过舞吗？从来没有。而且还是厉害的双胞胎耶。会不会有？谢谢。会不会有一种混淆的感觉？你搞得清楚他们谁是姐姐妹妹吗？刚开始没办法，就是谁是谁，我是要抱谁，现在是要怎么样，会搞错。所以你也分不出来姐姐跳得好还是妹妹跳得好吗？两个都很好，两个是一样的。那你老师哪一个比较好啊？是我的，对，都很好，都I'm